有一句俗话说：“浪子回头金不换。”而佛家则说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真的放下屠刀就能够立地成佛吗？如果成佛真的那么容易，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只有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呢？那么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这句话是不是不真实的呢？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 成佛的佛呢，意思啊是觉悟的意思，大彻大悟而圆满究竟的人，这叫做佛。那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是不是能够办得到？ 这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例子啊。有一个弟子名字叫做央阔摩罗，翻成我们中文呢叫做子曼。他有一个外道的师父，这个外道的师父啊，告诉这个央阔摩罗。 说，你去杀1000个人，就能升天。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师父啊，叫人家杀人的呢？因为听说呢，他的老师的太太呀，爱上了这个年轻的人。 可是这个年轻的人不愿意接受啊，那个他的师母的追求追缠呢，他拒绝了。结果这个师母就向老师面前告状，说啊，这个学生呢强暴我，他说这个把这个年轻的人要杀掉，这个外道的老师他没有办法把这个年轻的人杀掉，后来怎么办呢？ 就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说告诉他，你去杀人，杀1000个人呢，你就能够升天了。这样子一来呢，不要老师杀他，那个国家的警察也会把他逮着去杀他，因为杀1000个人还得了。好，这个央阔摩罗啊，听到老师的话呢，就真的就去在马路上啊杀人去了，杀到 99人，到第1000个人呢，他遇到了谁了呢？遇到了释迦牟尼佛。他等到快要中午要过了，他来看的时间呢，哎，没有人来。第一个看到他的母亲，送饭给他。他说，把母亲杀了也是1000个人，他是准备杀他的母亲了。 结果呢，又看到释迦牟尼佛经过了，他说：“啊，杀母亲究竟是不忍心了。”那个这个和尚啊，可以凑作1000个人了，就是要杀佛了。结果佛啊，就跟他讲：“说年轻的人呐，你的心哦，太烦恼了，你杀不到我的了。” 这个释迦牟尼佛站在那两方没有动，这个央阔摩罗就追，要杀佛，佛一点也没有动，就是追不上佛。结果释迦牟尼这个央阔摩罗就讲了，说沙门呐、啊，这个和尚啊，你怎么不站着的让我杀呀？这个佛说，我老早是停着的，我的根本没有动，就是你的心啊，没有停下来，所以呢，你追不上我了。 因此呢，他就把心呢、啊、马上停下来，停下来以后啊，他就发现呢、啊，杀1000个人是错的。他当时听到佛的开示之后啊，马上啊就证得阿罗汉了。就是杀人的一个魔王，听到佛开示以后呢，就证得阿罗汉果啊。这个就是放下屠刀，马上证果。 立地成佛，这个故事的开源是这样子来的。那么在
这个人怎么会杀了1000个人呢？还能够正果了？这个后来国王啊，要来抓这个人呢。但是结果呢，查一查，这个国家呢，并没有少掉任何一个人。他杀掉1000个人呢，都是释迦牟尼佛啊变化出来的，用神通变化。 变化人没有一个真的人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被杀了1000个人的这央阔摩罗也没有犯法。这个呢故事呢讲到这儿为止啊。那么到今天大概没有这样子有神通的人变1000个人让这个一个魔王来杀。可是呢，就是这个人的业障重，而业障快要消的时候啊，经过佛来点化。 就马上啊，就证阿罗汉果，这是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再讲，那普通的人能不能够啊，说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呢？也可以。这在《法华经》里边说啊，只要一称南无佛，就能够成佛道；或者是呢，进入啊佛教的寺院，进入佛教的寺院就能成佛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 就是浪子回头的意思，只要我们的回过头来就是岸，回头是岸的意思呢，并没有一定啊，就马上已经上了岸了。他回头的时候啊，就是向岸的方向激进了，向岸的方向去走了。也就是说，放下屠刀，立地啊，就成全了、成就了成佛的因。这个。 也就是啊，将来一定成佛。现在已经呢成功了成佛的一个第一步，你走出了第一步，就是呢种下了成佛的因。所以呢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意思呢可以两种解释法：一种呢，真正的呀，像那个央阔摩罗那个样子的情形呢。 放下屠刀的时候证悟罗汉果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呢放下屠刀的时候啊，你种就像佛的话，就种下了未来成佛的这个因缘，那也叫做立地成佛，阿弥陀佛。